大家好，我是旭哥沃坎，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那这个是模型少女 Awake。那今天来分享，就是从开服到现在所有的礼包嘛，总共有15组，所以会分享蛮完整的。那还没订阅频道，记得订阅，所以看看旭哥手游攻略。那这个伺服器好像因为它一直开嘛，所以旭哥就在这个最新的伺服器开了一个可以实测这个全部的礼包嘛，总共有15组。所以我开了一个新的账号，这个叫旭哥手游攻略，我在 S27 这个伺服器开了一个最新的账号，所以每一组礼包嘛，我都会来实测，看可不可以使用这样。好，那我们就来输入了。那怎么输入礼包嘛？在荧幕的右上角一个齿轮，点进来之后呢，在这个你的头像，我头像我这个新账号是取叫旭哥手游攻略嘛，然后再往下看到一个礼包嘛，兑换礼包兑换用户中心，然后切换账号，切换伺服器。我这个账号是在最新的伺服器，就是。为了要实测这个，我又开了一个新账号，就是我会把所有的目前为止所有的礼包嘛，我都实测一次给大家看。那最近加这个出去这个直播平台，他们也有礼包嘛，所以就把它一次全部就是兑换给大家看。好，那我们首先输入第一组，这个是 FV 粉丝团的礼包嘛 ，FV 粉丝团，然后原定三生，原定三生。缘是缘分的缘嘛，定是定下来的定，然后三生，然后我们输入一下，好，有拿成功拿到这一组了，我看一下拿到什么，这一组，这个可以拿到这个领取一下，我可以拿到这个随机高级兑换码，还有这个高级随机核碎片，还有小鱼骨40个，好，那我们就继续，那我们继续来输入。右上角这边，然后输入下一组。那我都先输入 FB 的那个粉丝团好了。另外一组应该前面看我的频道的应该知道，我前面已经录了两集，也就是说礼包码的。第二个是 FB 粉丝团，我先把粉丝团的输入好了，这个叫做两情相悦，两情相悦。那其实大小写没差啦，大家就是，哎，靠，按错。FB 粉丝团，刚手残按错，按到取消，没关系，再输入一次。两情相悦，好，这个输入法有确定，那这个也可以拿到，就是我记得也有兑换券什么的。好，那我现在就是一次输入完，然后再一次去领好了。然后下一组 OP。0204 OP 0204，这组也可以拿到。我们看一下现在领到什么。刚刚那个可以拿到高级兑换码，还有就是贴纸，还有大量邮票，还有下一组，下一组可以拿到两个高级兑换，就是 OP 0204。所以这个可以一直拿到转蛋券的。那等一下我们就来抽一抽，顺便刷个手抽。好，那我们继续。总共输入三组了，然后之后就是 PD777 大小写没无所谓了，我现在就不加快速度 PD777， 然后下一组我就是输入啊再去领好了 Orange King， 这个都是他们那个直播组的账号了 Orange King， 就是 Orange 就是那个橘子嘛 Orange 柳橙橘子 Orange King King 就是国王 Orange King 柳橙王橘子王好。Orange King， 下一组4141啊，这组很简单，就是数字4141，这个轻松，这个很轻松。好，那我们现在再下一组，下一组是，按错，我现在开了好几个账号，我为了要实测，所以开了很多个账号。好，再来是 PYIAPYPIYAN。PIYAN， 然后87，好，这个也可以拿到一个，然后再来一个就是之前有分享过的，就是7个 V， 这个也是直播组的账号，7个 V， 1234567，好，这个大小写都无所谓。好，那我们总共目前应该总共已经领了前面领了两个了嘛，后来现在又领了五个，所以总共是七个，你就看你有什么，有很多这个。可以领到很多这个转蛋券啊，这个所谓随机和高级码兑换码就是转蛋券啊，
所以总共可以领到非常多转战券。跟着旭哥就是换这个的话，好，这个是最新的这分享的这最新的这几组嘛，就是目前应该12345678分享了八组了，12345678，对，分享了八组。那我们再来分，就是把之前的一起换一换了，23456789嘛，对，八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来输入一下，就是之前一起就是换给大家看。好，那之前就是那个都是 YouTuber 的账号，就是那我就是一个一个输入，好，是 SHAOGAO， 这个大小写没差。好，那这个也可以拿到。那我就是全部换完，我再一起就是领好了 APP。然后 ISSOCUT 这个也可以拿到一组，然后再来是那个 Mr. 然后 Joe Hubby MR 然后 JOE 然后 Hubby HOBBY 然后 TV， 这个比较长一点，好，多打一个 TVHOBBY， 哎，少打一个 Y，TV，MRJOEHOBBYTV， 这个也可以换一个。好，都是那个 YouTuber 的账号啦，然后 Coco Wine 就是可可酒精，它是一个也是一个 YouTuber 嘛 ，Coco Wine。然后0205，这音乐还不错听，放大声一点啊 ，Coco Wine， 然后0205，这个也可以，也是一组。这音乐蛮悠闲的，我蛮喜欢。再来就是这个9man666，这游戏本来就是比较偏悠闲的游戏啊，就是不需要就是太累嘛，9man。所以我也是玩的蛮轻松哦，就随便玩一玩哎。老实讲，我真的没有很认真在玩，我主要就是换一换，然后抽一抽玩开心的。最主要我都是玩复活邪神 RS 比较多了，这个我都是玩开心。9man， 然后666，9man就是那个 YouTube 吧 ，JOEMAN， 然后三个六六六六。这个也有一个礼包嘛，好，我们看下一组，大小写没差哦，大小写没差 ，X I E， 然后 D U O 2021 ，X I E D U O 2021，哎，我蛮喜欢，真的蛮喜欢他的音乐 ，X I E D U O 2021这个一组，那最后一组 Sandy S A N D Y S A N D Y， 然后2406。SANDY2406， 这是最后一组，所以目前总共有15组了。你看信箱就可以看到嘛，这个又新增了7组 ，12345678嘛，有没有7组？那我们就停一下，这个拿到很多碎片，刚刚那个 YouTuber 都碎片啊，所以哦，这个是新账号，选一下。好，那应该可以拿到很多东西啊！我看一下，应该有很多可以抽的。我们看一下随机盒，看有37个高级装，这个就可以拿来刷手抽啊！因为前面就是有送，再加上你这个礼包码输入的，我们就可以来刷了。这个新账号啊，就是我就拿来实测一下。看一下有什么？哎，零哎，零不错，哎，这个账号。还不错，我看要不要换一个账号来玩呢、啊？有一个零，也还不错啊。好，这个温妮，好再抽。我们就是把它，既然都是免费礼包嘛，我们就把它抽一抽啊。偵察モード起動、暗殺以外。哇，这个。哦，好像中了一个不错的葵，葵也是还 OK 的。这个好像也还 OK， 葵资源型的，好像前面都是会先抽到冲锋，再来抽到资源，它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好，第三个十连，我们看一下。我之前上次我那个有一个账号实测，然后我抽到海伦。
好吧，可以再抽吗？啊，钻石不足。好，那今天旭哥抽这个就抽到这边，礼包嘛，实测也实测了，总共15组，就是我总共领了15个嘛，加上前面送的东西，总共15组。好，那今天这个旭哥手游攻略录到这边，我们下一集见。